大家好，这里是法拉盛德昌肉饲公司。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鸡呀？大家看看，猪蹄也装起来卖了，高级了。在德昌里呢，就是蔬菜比较多，看起来琳琅满目，炸鸡都有了呀，虾、烧腊就不用说了，应有尽有。看一看。今天这集短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请订阅点赞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